票当天，我划开手机，我看到你还在给我吃喝玩乐，我就跟你妈妈讲，妈妈抓起来。网红周明轩又有新影片，这回不骂酸民，而是站出来催票。如果你不想让人家决定你的未来，你就是要说话让人家听到啊。现阶段可以让人家听到你说话的方式，就是1月11号要投票，因为我毕竟也是手头足，我也会回家投票。选战进入倒数一周，蔡总统脸书上分享影片，他说这场选举是为了年轻人而战，感性诉求狂催手头足站出来。影片抛出11小时，已经多达3.5万次点阅率。不过小英的催票行动还没结束。为了台湾的民主跟自由，2020投票，那你我会回去投票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头族横跨地球两端，全力相挺1月11号回台投票，甚至蔡总统加以拼选情，有人更搭了10多个小时飞机特地赶回台湾与小英同框。这是我们青年世代无论在世界何处都不能够回避的责任，所以我一定要回来，因为我知道勇敢自信世界同行。我是出生于政治家庭，那我的爸妈也是在桃园从事民意代表的工作，但是我一次都没有投票给他们过。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不一样，亡国感一定不是所谓的假议题。手头族对未来很忧心，他们的动向更是洞见观瞻。根据中选会资料，2020年选举人数总计1934万人，其中20到23岁手头族有118万人，占比达6.14%，被认为是左右蓝绿胜选的关键。蔡总统催票行动不停歇，倒数一周，一天一影片，全力备战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